再来关心，好牙甲散热的差距是越来越恶化了。主计总处都公布调查，去年收入上悬的近20%的家庭，因为所得是上低20%家庭的6.15倍，这嘛创下十年来上大纪录。拜六早起，菜市啊，四家拢是人。只是最近物价、菜价两家起甲好平常，强要挡袂牢。主计总处上收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到2.92%，创下14年来上大起伏。认损，一包以前就是10块、15块，顶多20块，现在一包就是35块了，那跳幅太大了。比较便宜的菜，我就会多买一点；如果比较贵的话，就买少一点，对，稍微配置一下。就着物价一直起的同时，主计总处也公布110年家庭所得还有即时统计，每户各支配所得差距倍数，对6.13倍扩大到6.15倍，创下10年来上大纪录。欢迎民众贫富差距的是继续扩大，也因为去年每人各支配所得中位数增加到326,000元。2022年每人基本生活费估计是196,000元，比前一年的192,000元搁再增加4,000元。以一家四个人，是用税率12%来计算，会用省税1,920元。会在2023年的5月，新妇综合所得税时来适用。是很多经济弱势的家庭，他可能他的所得还是来自于薪资所得嘛，一年可以省个2-3千元，对他们来讲。都是有帮助的。他则讲，伫疫情通货膨胀甲升息的影响下，下户本来收入较低，弱势就业族群受冲击是更加明显。政府应该继续提供低收入户生活者各项的津贴，也是调悬基本的薪水等，来减慢家庭可支配所得差距扩大的速度。记者陈宏学报道。